你看得懂刚刚在 cosplay 谁吗？嗯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我刚 cosplay 是定元堂，定真是他爸。你刚刚讲定元堂，其实我就不知道是谁，我以为是一家可能卖饼的还是什么。定元堂，或者是一个那个药商公司，定元堂之类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由于有件哈，我开始需要看一些蜜月油饭礼盒这件事情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我想说，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个？对，我本来想说要试吃一下，就是芝山站旁边的那个蜜月油饭礼盒，结果我一去。卖完，我还真不知道油饭妈这么热销，我就紧急的飞去了石牌那家，然后另外叫卖油饭微卖，老板说最后一碗，我想说是怎样，这样，可能最近很多人跟你一样需要这个东西，是吗？最近生小孩的旺季吗？是这样吗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好，反正这一次我们做这一集的目的，就是因为我最近突然想说，可以吃个油饭了，然后差不多要来物色一下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油饭适合搭配这六种酒的哪一种。方向超奇怪，方向跟以往不一样。以往我们是用很多食物配酒，现在是用一种食物配一堆酒。那你说我只是要配油饭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呢？因为我在买那个油饭啊，我看他隔壁的那个鸭肉鸭香饭好像蛮好吃，所以我就也买了。我顺便买，看起来不错。而且我刚刚觉得要生小孩挑油饭，然后告诉大家比较适合配什么酒，所以是很吊诡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刚刚在那个隔壁的那个鸭肉摊啊，我买了鸭肉，合理吧？合理，应该的。对，然后我想要鸭肉配油饭应该是不错，然后我另外买了综合下水 ，OK， 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吃。猜看我最后一个买了什么？猪血糕。哎，鸭肉摊有卖猪血糕哎，其实大部分都会有哎，真的吗？嗯，要骗我，所以是鸭血糕吗？有可能哦。鸭血糕我不吃哦，我只吃猪血糕，我吃猪血糕。安全。首先，先跟各位展示一下哦，这种猪血糕是会很不错，不容易看到哎，长条形的，好不好？先试试看看猪血糕的部分。普通货色，哎，不是嘴巴还好。我们第一次在大家主食还没看到的状况下，先吃猪血糕。对，而且是毫无相关的东西。不过综合下水不错，就等一下给你吃。这些都不是今天的重点，对，都不是。而且你只想吃一口，真的蛮北蓝的。对，我只想吃一口，我对你感到非常的抱歉。没有，我没有感到非常的抱歉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它就是鸭肉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真的北蓝的。你现在直接跟老板说你要试吃一口就好了。哎，蛮给你们吃哎，我谢谢你哦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的主轴了。这碗是你的油饭，我卖给你的，不错吧？真的是油饭，是你的，真的啦。谢谢谢谢，我以为你这很像在开玩笑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啦，那真的是油饭，那油饭是买给你的啦。好，油饭跟损失哈，我赶紧告诉你哦，好不好？你油饭借我拍一下好了，来让大家看一下油饭，看一下我们的鸡腿油饭。啊，我跟他说我不要酱，我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看起来行。看起来是不错，先吃笋丝，还可以，笋丝不错。好，对不起，到现在根本还没重点，前面几分钟根本不是重点。嗯，哦，哇，这油饭好吃哎，是虾仁味很香的那派。因为你知道吗？像我们有时候吃油饭，我其实对油饭算稍微有点严格啦。我们有些吃油饭的话，它只是糯米饭，它并没有那些油饭该有的香气，香菇的爆香味啊，虾仁啊，你懂吗？理解，包括那个那种肉里面的那种香味。对，这个就棒。来，先给你们试吃一口，要不你自己有一碗，我不要分你。我现在试试看，跟你讲感想好了。好，你试试看，那碗你试那碗。你看那水洒出来。哎，为什么有水？怎么呢？怎么呢？皮特，等一下，你给我卫生纸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一直擦你的脚下。哎，它油饭很香哎。对。而且一定要有香菜，我的没有了，你的有。等一下，它的筷子为什么粗啊？我这筷子很像一只筷子削成两只，因为而且你的长度是不是不一样？然后它就一边有头而已。嗯，特规哦，不错，你今年运气很好，一开始就拿到这种奇怪的东西，對對對，非常好。那不然现在没开始喝酒，我去吃东西。哎、欸。不错，好吃哎，是香的，虾仁味很重。有哦，因为我平常吃油饭，其实我都会很喜欢加大量的甜辣酱。嗯，我也是，可是它是不加就很好吃。那我们。现在频道变吃播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这集拍六分多可以够了。好了好了，还是要最后回归正常了。我今天要用我先来个甜的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油饭基本上啊会吸爆，可是因为它是油饭，煎又很香，我觉得它已经脱离我原本对油饭的想象，它已经变成单独是一道料理，就是某一家的油饭它是自成一格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它不是我们常规的油饭，所以我们现在试试看油饭哦配美酒会是怎么样。油梅，油梅，油梅 ，Yumi， 谁 ？Yumi 讲，谁？油梅，油梅，嗯，
它的油罐是蛮好吃的，而且因为啊，月桂罐的美酒偏甜，配油罐，一记棒棒一记棒，直接给你谢金燕了，好不好？一记棒棒一记棒，哒啦哒啦哒啦，一记棒棒一记棒，应该辣拍，辣拍拍，我觉得美酒很不赖，那我们还是高粱好了，高粱，高粱，我觉得高粱应该是会对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未必，未必，就是他在50-50，毕竟油饭还是中式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会太呛，但是因为它是油饭，所以有可能会过。就是可以，很不错，但只有一击帮，就这样，直接被卡歌。一击帮就到这里而已，没有这样子。不错，不错，是不错。我觉得，因为这家的味道很浓，然后它的饭很油，所以高粱就是有一点被它包在里面。甚至我觉得，好像撒一点高粱去蒸，让高粱的香味发生在里面的话，是会很不错。但因为刚的甜甜的美酒配起来真的是太舒爽，一击帮。我跟你讲，刚他没搞不清楚我到底要干嘛，整个节奏他们在想说，干要不要出声，干要不要接话。是不是你刚刚是不是在想这些事情？你是不是在想有种过热的感觉？全员三个人宕机这样，要讲话吗？还是要讲话吗？要讲不讲？故意的啦，考考你们好不好？嗯，我觉得不错，还是威士忌好了。威士忌就无法想象了。我觉得威士忌应该 OK。波本花香先来。哦，我们今天准备两种威士忌。对，其实是我拿错了。那没关系，两种来就来了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拿错就拿错。对，因为反正两支的味道也不一样。这个角度好像比刚大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它微落后于高粱，但是也是过。高粱大概45度，这个大概30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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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粱大概45度，这个大概42.3。能不能拿？你回去后置的时候用那个秒筒，太麻烦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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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可以。但我想吃要下水。这个等下，这个反应有点突然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欠汁出来了。我想吃要下水。上面写个水啦。水啦 ，It's good to drink。你零块没有摘？嗯，我跟你讲，嗯，我跟你讲，嗯，我跟你讲，我听你讲。它下水是用当归汤卤的哦，好吃，这应该很适合配野格，绝对会死，药爆。它那个死就是我他妈在喝生龙药酒。好，目前我们前面三个我觉得都是加起来一定超过一记棒棒一记棒，那我们来试个 Canberry 好不好 ？Canberry Canber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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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nberry， 我这一次选它比较少见啊，就是我频道比较少出来，但是我觉得 Canberry 哦是我蛮喜欢喝的酒。不过它带有点苦味，我怕是 会被冲击到，好吧，我试试看，这样就会呼应到你刚刚一开始的表演了。残酷的天使呢？嘿，他们很像结婚30年的夫妻，睡觉背对背，已经没有拥抱。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太太跟先生，但就是结婚太久，他们已经不再有热情。所以我刚刚搭配 Canberry 本身，我觉得是油饭油饭好好吃 ，Canberry Canberry 好好喝。对，但没有他们没有，他们不是做会，阴谋做会，不。你今天不在选蜜月油饭，讲这好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是在品尝一下油饭。我只是借由我要选蜜月油饭这件事情，想到了油饭配酒这个想法，所以就拍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试野格炸弹，超爽超棒。野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毕竟我们对野格的容忍度实在是非常的高，趋近于无限。对，趋近于无限。哦。真假？那油饭真的不错吃。老师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油饭不是很搭配野格。我而且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，
其实这些食材有时候我会有重复吃到，但我觉得我真的有可能每一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应该蛮有可能的啊，因为等于说酒的温度跟食物的温度跟味道，还有你的心情，还有我的心情跟我当时的喜好，总归我现在觉得野哥你让我很失望，就是我们说好要一起前进甲子园的，就你因为喝酒打架被退学，你让我们这些伙伴们怎么办？少了你这个王牌投手，不知道你们适度卡一下，适度的卡一下。我在享受这个表演，卡一下，快点！我不想看到结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结局。其实这种日本王道动画、王道的漫画，结局就是这个王牌洗心革面回来，然后这些队长实力就是废废，去求那个教练跟校长说，可不可以让他回来？然后就会跳到下一个那个故事的时间轴，是当时为什么这个人要喝酒打架之类的故事，就可能说他借酒浇愁，就他其实是为了救一个小女孩，然后流氓是去缠这个小女孩，然后再去救她，就跟流氓打架，就流氓是认识了地方市议员，然后去跟校方告发，所以这个王牌投手才退学，对不对？你还不是讲完了吗？毕竟我看了这么多王道的漫画，然后很有画面，很有画面，很完整，最后就是夺得冠军了、啊。但很奇怪，刚刚的画面里面就是那个龙门头头是一野哥在跑，就是一瓶野哥。但最后他们就会获得冠军了、啊。所以像我觉得井上雄彦哈、哦，在刻画灌篮高手角色的时候，对我来说非常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最后他们并没有获胜。其实多数的漫画为了要让观众爽，他最后一定会获胜，无论如何。但就是井上雄彦的灌篮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画不画了，我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不是不想画了，就是只打到那个时候就停了。然后樱木画到一个很帅气的，就讲了一句话，忘记讲什么话，反正太久了，在海边呢、啊，太久了，跑步的时候，没事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focus 在主影片上面、啊、我反省一下我自己。对啊，好受不了哎、欸。总之好好吃，我刚睡醒。剩最后一个啦。哦，剩威士忌。什么老许的笑话？威士忌好像也可以变成说，今天这个电竞选手在今年的比赛都打得非常的厉害，他可以说，哇，这个电竞选手威士忌烂死了，烂死了。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用法其实好像蛮有可能会出现。哇，他真的很威耶。他喂了多久威士忌？这你知道像什么吗？好好业配风格，超像的。他就空空的，然后威士忌跑出来这样。好啊，回归正题，最后一个，非常平庸。平庸，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这一支特仕吧，它的那个味道不适合搭配油饭，反而欧玛的波本是很不错的，我觉得是很不错的。但等一下我想一下，我排名我想要重给一次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刚仔细思考了一下，甜的东西、淡的东西搭配这样的东西，适合的几率本来就偏高，所以我觉得它让我很喜欢。但是经验程度的话，我觉得波本花香的欧玛威士忌，对啊，搞完那叶配，等一下是不是？没有在叶配。我觉得今天的排名，第一名欧玛的威士忌，第二名美酒，第三名五八金门高粱。下集见。真的很不错吃啊！真的，我刚刚吃到油饭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哇！好，加满一个。干！四面还醉。哦，你很精哦！你看我倒了一点点，这倒算是偏多，而且我细苗还注意，我不要存，我不要先下，我要先练一下才好。吃进去点再喝。对。哦哦，我觉得我生病要被抽离了。哦，细苗还注意，直接把油饭。揍飞，压在地上打，就感觉就细苗还醉这样啊，把那淋了一遍过去以后，只有细苗还醉掠过油饭的时候，油饭的味道才回来，不然有覆盖它上面的时候都没味道。厉害了，我的细苗太厉害了。
好啦，我觉得今天我们一直在讲，还有五四三，无关紧要吧。但总归油饭真的，我觉得配威士忌跟美酒都是大可试一下。厂牌不一定，那高粱也可以试试看。这三个我觉得都很不错，都很不错，都没问题。这样你要记得，不是是糯米饭啊，是油饭、啊。它是有差的。哎呦，想开战的下面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，不要忘记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非常关注、YouTube 订阅、看小铃铛。如果有任何有关这种吃的喝的搭配起来好玩有趣，欢迎来信跟我说。